this moment, this crystal clear.干什么呀，段嘉许？你叫我什么？不是，你刚刚干什么呀？我们俩现在的关系，你叫我段嘉许不太合适吧？我刚刚根本就没有睡着，我知道你在干什么。哦，原来你没睡着啊？那我刚刚干嘛了？你说来听听。过来的，小声点说。再过来的。你说悄悄话。我也不知道做了什么。还有这种好事呢。虽然我刚才是做了那样的举动，但是不代表我对你有那样的想法，明白吗？就是没同意。不代表对我有那样的想法，那就代表你刚刚在耍流氓啊。那也是你先耍流氓的。哎，你这意思是说，以后我做了什么，你都会跟着一起干？不是这个意思，就你以后再这样的话，我就跟我哥说。去说吧，告诉他，反正我们俩迟早都要公开的，这事儿早点说好。我还没同意呢。被我洗脑成功了，嘉许，别看着我，嘉许哥，我们还是回去吧，你在这儿我根本就上不了课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学长，我叫王林。学长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会的主题是未来生涯计划。好，虽然说现在给你们讲这个主题还过于早，你们才大一，但是吧，我觉得有备无患。你下班了吗？下班了。你今晚是不是没课？我有别的事情。什么事？今晚有事儿啊？是有事啊，又忙着给人过生日嘛。生日快乐！哎呦，你不说我都忘记今晚过生日了。我理解的，年纪大了就是不爱过生日，我爸爸也是这样。是啊，年纪大了，所以希望你能让我在27岁之前结上婚。27岁，我还没有毕业，所以你要跟谁结婚？听你的意思，好像是没拒绝。那我答应你同意了。真的很不要脸。
当然啊，追小姑娘嘛，还是追你这么别扭的小姑娘，当然不能要脸了。你觉得我别扭啊？哦，对了，我哥钱飞哥他们有跟你说生日快乐吧？他们连自己生日都不记得，哪会记得别人的呀？没有说。那公司同事呢？有给你过生日吗？今天？哎，他们一个个都那么忙，哪有心思管这些啊？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设计图记得传给我啊。给谁发信息啊？一个学长。学长？找你做什么？学校活动。长得帅啊。三观正，还是比你高一个头。人家有女朋友的。我就问问。我哥为什么突然会给你打电话？好奇怪哦。是哦。挂了吧。哎，接一下，接一下。喂，段嘉雪，我突然想起来今天是你生日啊。是啊，怎么说？恭喜啊，兄弟，这么大岁数了还没找到女朋友。好的，大小姐已经为您准备好了，这边请。祝您生日快乐，祝您生日快乐。他们马上下班了，接下来就交给我了。你在这儿等我，我去给你准备一个神秘大餐。我陪你一起。不用陪我，我自己去就好。很神秘的，亲手做。您辛苦了，快下班吧。你加油啊。大餐了。你怎么进来了？你先出去等一会儿，我一会儿就弄好了，很快的。真的可以自己弄？很简单的。不用帮忙啊？这样不用去。加油。很简单的，没事，不用担心我。
怎么样？我尝尝。不要尝，就拍照留念一下就好。因为我没有尝过味道，所以我觉得，能吃吗？好吃啊。好吃？真的？不是吧，我尝一下。不行，你给我做了长寿面，只能我自己一个人吃完。那就是不好吃。真的好吃。别吃了。那你的愿望也太好实现了。嗯，我答应你了。你是说答应和我在一起？因为我想你以后的生日我都能在你身边陪你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那把你亲了。请先吃。干嘛？我才会啊。老被你说年纪大，自己说出口这事儿还挺丢脸的。我也是第一次谈恋爱，我也是第一次这么喜欢一个人。